介绍给您推荐 Isabel 天然纯棉枕头。是的，1800天然纯棉制成，不经化学处理，而且呢通过了 SGS 国际的这个检测和认证哦。是的，所以呢是市场上唯一一个售出扎实无限的1.8公斤纯棉花的枕头哦，给你最柔软和安稳的睡眠。太厚实了，你看这是你一家人的完整套组了，除了有4颗100天纯棉的枕头之外呢。 还要加送给大家100天纯棉的孩童枕头2颗哦！哇哦，真的很难找得到哦！市场售价呢356令吉，今天呢直接给你省下227令吉，只需要129令吉就可以把一共6个枕头给带回家啦。 天天精彩，天天哇哦！大家好，我是佳琪。大家好，我是 Emerson 杨贤。你知道现在市面上呢，很多人呢要选枕头的时候呢，都会很头痛，因为呢真的是有太多枕类的枕头了。但是呢，我们回想起以前我们在外婆家的时候，或者在妈妈家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选择什么东西来给我们做枕头呢？就是棉花，最天然的棉花。所以很多时候你躺下去的时候呢，如果太阳晒过后啊，它会有那种暖暖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是有那种天然的味道哈。哎，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哦。是的，那种感觉呢，就是回归春天，回归大地的这种感觉。对，回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要跟大家讲，今天带给大家枕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全天然，因为怎么样讲呢？如果你在外面买的枕头是用这种化学纤维制成的话呢，你睡久了，它塌下来了，怎么样都恢复不了原形。但是今天呢，1800天然纯棉制成的
所以呢，里面呢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化学的处理。当然，今天呢还要送给大家，就是有两颗我们的这个孩童枕，孩童枕里面呢也是使用的是100%的一个这个天然的纯棉制成的，等同于讲说什么呢？你这一整颗枕头里面呢都是植物，对，就是我们的棉花。而且呢，你看到这边还有这个 SGS 的一个认证，证明讲说我们的枕头呢是没有经过化学处理，然后里面的这个内容全部都是纯棉花。是的，那回想以前呢，如果我们在睡这一种纯棉制成的枕头的时候呢，首先一来它是特别的舒服，再来呢它就是特别的柔软，而且呢也不要忘记哦，它的这个透气度呢是特别的强大 的。当然，你看一下今天的四颗枕头哈、哦，卖给你129令吉，再加送给你两个孩童枕，其实是非常的划算的。第一，为什么呢？如果129令吉除以4的话，一颗才30令吉而已。对。当然，你要想一想，今天我们送给大家这个孩童枕，在市面上很难找得到，哎，专属给小朋友的这个枕头。所以你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还用着这个大人的枕头？啊，对。其实真的很不合适，你知道吗？没错。而且呢，如果是给小朋友用的话呢，一定要确保这个枕头里面的填充物呢绝对是要天然的，不要有任何这个化学成分在里面。是的，当然是就是最好的啦。对啦，那当然就除了小朋友之外，总之每个人睡的枕头呢都一定是要好的这个内容 的。所以呢，你们大家看一看呢，今天如果我们的这一个枕头里面的填充物呢 是各式各样，你没有打开来看你是不知 道。但是今天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你们枕头里面的填充物可能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好不好？所以呢，首先呢，你买的很便宜很便宜枕头，你想说呢，就是我省一点钱哈，打开来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全部为什么黑黑的？这些呢，就是可能工厂啊做衣服啊剩下的什么线头线尾啊，而且呢是 recycle 的这种呢黑色的这种已经是经过处理的这种棉花，再掺一些那种衣服的纤维啊进去的时候，这些就是超级不卫生 的，对不对？如果你睡在上面的话呢，可能就有一些粉尘啊吸入你的呼吸道，是的，然后呢直接贴在脸上面的话呢，也会导致一些那个脸部敏感的情况。对，再来可能你的枕头里面你发觉到是白色的，那它里面掺杂了什么东西，可能有的就是这一些 recycle 的棉花，又或者是说我们这种化学纤维。要知道化学纤维是用石油提炼出来的，你知道吗？是的，好可怕。所以呢就等同于说是好像 plastic 这样子，对不对？这种 plastic 这样的东西呢，很多时候啊，记得如果你今天呢拿出去，如果呢你有这个我觉得啦有这个呼吸道的问题的话，甚至是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哮喘的话呢，这么小吸进去其实对人体也是有危害的，真的是一种积累来的啦。所以呢今天呢你就不要把这一种所谓的那种化学物啦，又或者是说漂过白的那个棉花给睡在头上了。那再来我们再来还有一种，对不对？就是这一种啦。很多人外面
跟你讲，我卖的是棉花枕头，对，但是他没有告诉你，它是经过漂白还有化学处理的棉花枕头。这种呢，就是经过化学或者是有经过漂白处理的这个棉花枕头，里面的这些你可以看到很像是我们那种拿来擦脸的那种哈 ，facial cotton， facial cotton 的那一种，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些呢，你知道哈，弄到水过后呢，它就是完全会塌陷的，所以呢，你睡久了之后呢，它也是会塌陷的，而且呢，它也是有这样子一些一些的小小的粉尘这样子呢，吸进去对呼吸道也不好。是的，你看一看漂白过，漂白过一定是用漂白水吗？对，漂白水用什么做？用化学做的，我们不想要把化学给吸进去，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一个 Isabel 的全天然的这一个纯棉枕头制成的这一个棉花，这才是真正的棉花。对了，你看到颜色上面也是会有不同，它是比较奶白色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哈，里面呢是有一点点小黑点，小黑点。这个不是肮脏的东西，这个是棉花的籽来的，是的，也就是它的那个种子啦。是的，而且呢，你这样闻的时候呢，也是会闻得到一阵很芳香的味道，是的，就是像那种大自然啦、土地的味道这样子。是的。所以呢，今天如果把它带了回去的话，首先最重要的是你睡在上面是一个全天然枕头，你不用担心有这个化学反应啦，一会儿是你的脸部会敏感，就连呢，我爸爸带了回去，我带回去给爸爸睡的时候，他都特别的喜欢。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呢，除了天然之外，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在它够扎实。够厚，然后呢，就是说它的重量又很够，分量又很够，所以睡的呢也特别的舒服。你看他之前用的枕头呢就比较扁平一点点的啦，所以他躺着的时候哦，那个头呢就没有办法的就是 support 到，然后那个肩膀跟颈项呢每次都很酸痛的，没有办法支撑，对不 对？所以呢，今天打开了我们这个 Isabel 的全天然纯棉枕头之后呢，其实它好处在什么地方呢？你只需要这样子拍一拍，调整一下它那个就是形状之后呢，你躺上去的时候呢，它就会跟着你的那个头的姿势调整，对，然后呢，它不会塌陷下去，而且呢，高低是刚刚好的。是的，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比较贴心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有可能小朋友睡觉的时候啦，一边喝奶一边睡觉，那个奶水倒到枕头去，又或者是说口水碰到的话呢，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呢？你可以用湿布擦一擦，然后再风干，用吹风筒把它吹干就可以了，或者是拿出去太阳暴晒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真是非常大胆的 ，OK， 哪来了这两颗？一个是我们的 Isabel， 一个是我们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品牌的这个枕头啦。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把它这样子剪开来，让你看一下，讲说呢里面到底那个填充物是什么东西哈。对，所以呢你在外面买枕头的话是不可能打开来看，就算你打开来看呢，人家都会骂你，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呢，我们做一个剪刀布，做一个测试给大家看，里面的填充物到底是什么东西。Okay. 那可能你看到的是像佳琪拿出来这样子白色的棉花，但是我们刚刚讲过了，白色的棉花都是有漂白水漂白过的嘛。是的，这些呢就是经过化学处理的这个棉花，他会跟你讲他卖的是棉花枕头，没有错啦。但是呢，这个棉花枕头呢，已经经过漂白处理，已经经过化学处理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不适合当成枕头来睡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今天呢，我们只要看一下另外一个我们要做的这个实验就可以了。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Isabel 呢，也是这样哦，全新的哦，我打开来哦，没有造假哦。然后呢，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先下了很重的成本，因为我们也是要把它这样子剪开来，让你看一下里面的填充物到底是什么。其实你可以看到哈，从外形上面看来呢，它好像没有什么差别，这样对不对？但是呢，等一下我们平躺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讲说呢，我们是有 1.8 公斤的天然棉花在里面，是的，颜色已经就不同。颜色已经截然不同了，就是说我刚刚跟大家解释的这个棉花一样的，还有一个浅浅淡淡的这个褐色，就是全天然的纯棉，而且闻起来很香的味道。对，当然你今天乍看之下你觉得哎呀，棉花只是颜色不同不了吗？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把它放到水里面去，你就知道呢它的差别在哪里。一二三OK， 我的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用 facial cotton 的话，你就看到讲说呢，一沾到水的时候呢，整个就是沉下去了的，有没有？对，因为它就是吸水嘛。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天然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棉花没有办法沉下去呢？那是因为我们的棉花当中有这个植物油的一个存在。是的。所以呢，当有这个植物油的一个存在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浮起来。对。等同于说什么呢？今天你的
那个枕头呢，它的回弹性是更加好的。是的，而且佳琪那一个呢，如果是碰到水的话，它会结块，对不对？对。那结块了的话呢，如果是普通的枕头，你就没有办法就是恢复原样了。是的，就是你睡久了过后，睡在同一个地方久了过后，它就会凹陷下去，是的，然后再也不能够恢复过来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呢，今天呢是用我们天然的棉花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讲说它是不会结块的，对，而且可以轻易的这样掰开来。为什么呢？就是说它里面有这个植物油，有植物油就证明它是一个全天然的这一个棉花来的啦。是的，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全天然的一个棉花的时候呢，它不会呢就是塌陷下去，因为呢这个哈，我听我以前的那个就是老人家讲啦，以前人的那种救生衣啊，就是用天然的棉花制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会浮起来，对不对？对。所以浮起来的时候就很适合做这个救生衣。对。那另外一个呢，要讲一下，今天你睡这样子普通的，也是刚才我们讲的那种，他讲是卖给你棉花枕头，叫 mist 的枕头，对不对？棉花枕头，你看起来这两个 size 是不是已经是不同了？你看，因为我们这边呢是非常扎实的，1.8公斤的天然棉花在里面，市场上面呢卖的是通常是1.3公斤的，1.3公斤你睡久了过后呢，慢慢的它会慢慢这样子塌下去，塌下去。OK， 我只要这样子放过去，你就知道了，一二三。你看、okay. 它就是被困在那个中间的那个凹陷那边，对吗？是的，而且呢我这样子拿起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讲说它完全是伸不起来的，因为它直接这边这样子凹下去了，看到吗？它是没有办法起来的，所以回弹性也不好，支撑性也不好。那你看回弹性跟支撑性不好的时候呢，你每天睡觉醒来就会吵什么头痛啦，对，颈项痛啦，然后呢整个人很不舒服这样子。但是今天就不同了，今天我的这个枕头哦，来给你，哇，真的是很有手感，你也是这样丢下去好了，同样的这个高度丢，首先你听声音啊，一二，没有声音，静音哦，没有声音，就证明为什么他把所有的这个整动力给吸掉了。再来给大家示范多一次，我把它这样丢的时候，除了没有声音，再来看一看它的回弹力怎么样啊？我把它拿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慢慢的就回弹了上来，为什么呢？因为里面都是纯天然的棉花来的。是的，而且我跟你讲哈，这个纯天然棉花好在哪里呢？ Emerson 拿起来拍一拍，给它动一动，没有，你拿起来这样子动一动，拍一拍， OK。然后呢，给它做 massage， 哎，我们天然棉花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处，为什么呢？你看，它又恢复那个蓬松了，可是我们这里呢，还是完全是凹陷的。真的，不管怎么样拍都没有办法。那再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 啦，也就是说，其实你把它拿去太阳暴晒，就是说一个月睡了过后哦，拿去暴晒一下，你就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枕头呢恢复原样了。是的，所以呢，你看一下，回弹性好，支撑力好，而且又够扎实。1.8公斤每一颗枕头哦 ，OK。对啦，所以呢，今天1.8公斤每一颗枕头哦，是给你一家人完整的套组，因为只需要129令吉呢，就可以把1、2、3、4、180先纯棉枕头给带回去，而且呢，还要加送给大家呢，也是同样180先纯棉孩童枕头，有两个那么多。是的，价钱呢只需要129令吉而已，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那再来要跟大家讲解的一下哈，今天我们使用 Isabel 纯棉枕头的好处。有很多啦，首先呢，我们是不经化学处理的哈，也就是说你今天睡上去是一个非常 natural 非常 fresh 的一个枕头，是的，然后呢又天然，不会刺激我们的肌肤，非常的亲肤啦，对不对？不含有害的这个工业原料啦。然后如果你要关爱自己的家人和健康的话呢，一定要用 Isabel 这种天然的枕头，要善待我们的地球，对我们的地球环保呢就是制造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啦。是的，所以呢今天129令吉呢，除了可以对地球做一份贡献之外呢，其实它就是你一家人的枕头啦，因为有4颗枕头嘛，这么多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就是爸爸妈妈一起用，然后孩子也可以一起用。最重要是什么呢？还有2颗孩童枕要送给大家，只需要129令吉而已。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再用一些化学的枕头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把我们的 Isabel 给带回去吧。给您推荐 Isabel。
Isabel 天然纯棉枕头。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一家人的完整套组，180千纯棉枕头，大颗的有4颗，加送给大家呢180千纯棉孩童枕头有2颗。你看啊、哦，市场售价4颗枕头呢是要356令吉的，今天在 CJ Workshop 就绝对最独家啦，129令吉就可以把它带走。哇，果然是好康，好康不间断。再来呢，你看我们用手机 App 来购物的话呢，还可以立即获得58千的 Wow 购机分，等同于7令吉。是的，而且呢，西马的用户们，你们是享有免运费的运输服务的哦，不需要再给另外的 delivery fees 啦。真的太幸运了，而且呢，今天你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一个电子钱来购买啦，不管是 Grab Pay、Boost 又或者是 Touch and Go eWallet 呢，都可以派上用场，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又或者是呢，去到手机应用程式，把我们的 Isabel 抢购回家吧。下载 CJ Workshop 手机应用程式，注册新的账号，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输入 Postcode， 选择地区，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你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天天精彩，天天 Wow。其实讲真的啦、我们人生当中呢1/3的时间都是在睡觉，在睡床上面度过的，对不对？很多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讲说呢，你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是你睡了很多，第二天起来呢还是觉得好像很累这样子，很有可能呢那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枕头导致的。是的，我曾经有遇过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因为呢我的枕头太过扁了，然后呢睡了一段时间头又痛，颈项又痛，肩膀又痛，过后呢就换了一个枕头，是那个高低适中的枕头，又换了下去，哎，我整个人一觉到天亮，然后隔天的这个精神呢也特别的好了。是的，所以呢你看一下市场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枕头，奈何呢我们每次呢都没有办法哈把里面的填充物打开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的。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买枕头呢千万不要买太便宜的、因为你知道说太便宜里面装的东西肯定是没有好的东西咯。但是如果你买贵一点的，可能讲说其他的枕头的话呢，你就要检查一下里面的那个填充物，他跟你讲我卖的是棉花枕头，但是里面的是什么棉花，可能就是那种到底是经过怎样处理的棉花、对不对？是的，那当然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纯天然的棉花枕头呢，它好的地方有很多，其中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透气度特别的厉害、特别的好。那比如说呢，我是一个出汗量比较多的人嘛，对，头也会流汗，对，如果流很多汗的话呢，我就会被热醒，对不对？对。但是呢，用了这个棉花的枕头过后，我就不用担心这样的情况发生。就算我的这个枕头塌下来了，有弄到很多汗啊，我也可以拿去晒一晒，然后就恢复那个原来的样貌了。是的，因为呢，我们里面使用的是全天然的这个棉花，等同于讲说呢，你是睡在全部植物上面哈、没有任何的化学的成分在里面。这个呢，我们已经获得了 SGS 国际的一个认证，你不用担心讲说你的小朋友或者是你自己睡在上面的是那种可能讲说化学经过化学处理的棉花啦，或者是其他的化学物质。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因为在这种讲究健康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的枕头哈、跟我们的肌肤相亲，所以肌肤相亲的东西，你怎么可能把一些的比较肮脏的东西呢靠在你的脸旁边？是的，那讲真的啦，其实我们在睡觉这一块呢，我们就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就像佳琪讲的这样子，我们一个人生当中呢，对，就花了1/3的时间在睡觉。你看研究显示嘛，1/3的时间都在睡觉。那如果你没有用一个好的寝具，比如说用个好的枕头的话呢，你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就是把不健康的时间花在这一个睡眠上面了，对吗？是的，而且呢，今天这个天然的纯棉枕头呢，其实在市场上面呢是很难找得到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老板就有跟我们讲、他呢这个枕头、是 export 到很多国家去的、而且呢它是 export 到一个日本的超级市场里面，没错，然后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他们呢可以卖出一个月、好像可以卖出20万粒、对，当然呢你刚刚佳琪讲到嘛，就外销到外国去，然后去到日本嘛，日本人都很讲究健康，很讲究这一些环保，还有这一个大自然跟而且 quality 他们一定是很重视的、当他们都 approve 讲说可以在我们的超市里面卖的时候、然后又卖得这么好的时候呢，其实 quality 呢就已经呢是有那个就是口碑在那边。没错，你看那个 quality 又有了，然后价钱这一方面呢是更加无人能比的啦，因为在 CJ Workshop 呢
四颗大枕头只需要129令吉，再加送你呢两颗孩童枕头，同样的 quality， 同样的材质，同样的那一个填充物哦。OK， 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使用的是1.8公斤的纯棉花在里面哈，然后呢，这个孩童枕呢里面也是全部都是这个天然的棉花，就连呢我们那个枕套呢也是100%纯棉的，所以呢由内到外都是 100% 我们的 cotton。OK， 你呢绝对不用担心呢会有这个什么过敏啦或者敏感这样的问题出现。最重要是什么？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合理，只需要129令吉，再加送给你两个孩童枕，还在等什么呢？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抢购吧。给大家推荐 Isabel 天然纯棉枕头，没错，天然好枕头就在这一档节目了，大家一定要留守着。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枕头呢是180%天然纯棉制成的，不经过化学的处理，而且呢通过了 SGS 国际的这个验测跟认证哦。是的，你看一下，这是市场上唯一一个销售1.8公斤天然纯棉花的枕头哦，当然给你的是最柔软还有最安稳的睡眠。马上拨打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129令吉的 Isabel 给带回家吧。好枕头的时候呢，好的睡眠，好 quality 的睡眠呢，就再也不是妄想，不是梦想了。对，我要跟大家讲，你有没有试过，就是说你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睡不着，然后你又用这个手这样顶着你的头？哦，对，我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枕头不够高，没有办法承托你的这一个颈肩啦，对不对？但是今天呢，你看我睡在 Isabel 的枕头上面的时候，颈项跟肩膀都得到了180%全范围的这一个支撑。你看我躺着的时候哦，我的手啦，你看我的这个肩膀这一边啦，完全是没有额外的空隙。而且呢，我睡在上面的时候，我的颈部这一边啊，你看到吗？ Okay， 都是完完全全服贴在这个枕头那一边。而且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像 Emerson 哈，高头大马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呢，躺在上面哈，他的肩膀、他的颈肩都得到支撑哈，就更不用讲说是我们女人呐、啊，或者是我们的个小孩子啦、嗯，对不对？那今天呢，他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支撑的时候呢，其实你睡起来也会睡得特别的芳香。是的。那记得哈，今天呢，我手上这个呢。很舒服，这个呢是专属您小朋友的天然纯棉枕头。今天不只是一个，我们是送给大家两个小孩子的这个枕头。小孩子枕头哦，如果在市面上是很难找的，因为这个 size 呢是特别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很难找。有时候呢，我听说在槟城那边有人哦，特别哦找人哦，缝这种就是小朋友的棉花的枕头。但是今天呢，在 CJ Workshop 就可以给你找到，而且呢是非常的舒服的，你看到吗？这个呢是里面都是。天然的一个棉花，所以呢，这个天然的棉花呢，给你小朋友睡的时候呢，你可以睡可以让他睡得非常的安心之余呢，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化学物质在里面，再加上这个是正品来的，因为呢，我们是有四颗的大枕头哦。今天 Emerson 睡在上面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我知道哈、哦，他呢已经把这个枕头哈、哦、买回去睡了不知道几个月了的，对不对？对，我已经睡了几个月。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地方，你有看到吗？现在我在做怎么一个动作？侧躺。那平时如果我们的枕头很扁很扁的话呢，我们侧躺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个脸啊，我们的这一个陷下去之余呢，我们的这个肩膀呢也会这样熬着很辛苦、哦、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枕头的高度是够高、哦、高低适中的时候呢，我们这边的手部、哦、就不会被挤压到，然后呢就不会有这个血液不循环，然后有麻痹的情况，酸酸的感觉。对，这就是我们好的地方。我爱这个枕头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够高了哈。是的，而且呢最重要是什么？不是讲够高，我就是说它的那个高低刚刚好是适中的啦，所以呢，你今天睡起来是特别的舒服的，而且你睡了这么多个月哈，
你也没有嗅到。其实呢，我们每次打开那个包装的时候，就会嗅到一阵阵那个植物味，对不对？对，草本味。是的，是非常的香的，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它是一个不自然或者是不天然的东西制成的。再来，我跟大家讲，今天如果你是把枕头睡到比较扁了，可能你睡了一个月、两个月扁了过后呢，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其实你很简单，就只需要呢坐上来，然后呢用我们的这一个手呢去拍打这个枕头就可以了。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老人家的智慧啦，拿出去晒的时候呢，把它这样子拍拍拍，打打打一下，然后呢，它除了说可以吸收这个阳光的紫外线来杀菌之外呢，它也会恢复原来的蓬松度，这就是天然棉花的一个好处啦。是的，天然棉花的好处呢，在于讲说呢，今天呢，哎，没有任何的化学处理之余呢，其实它要恢复那个蓬松度是非常快速的。是的，所以简单来讲哈，我们这样拍打了一下，再加上暴晒的这个特效过后呢，我们的枕头呢是完完全全可以恢复回原来的这个样子。而且呢，今天我拍打上去的时候，它你看不会太硬哦，是有一个柔软度在那边的。当然它的高低适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躺了下去，然后呢它就带了一个 limit， 它就会停在那一边，然后它就知道你的这个颈肩拉的这个高度是这样子的，它就不会再 further 踏陷下去了咯。啊，真的，所以你看一下拿起来的时候，它是完全呢就是恢复原状的，很快就已经回弹起来。那就是因为呢它的回弹性也非常好。那今天使用我们天然纯棉的枕头，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好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三大好处呢，就包括说呢，我们今天的 Isabel 的天然纯棉枕头呢，没有经过任何的化学处理，所以呢天然不刺激肌肤，这个呢获得了 SGS 的国际认证哈。然后呢，它不含有害的工业原料，关爱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因为呢，很多外面的枕头哦，可能呢会有那些肮脏的那些可能 plastic 啦，还是怎样的。第三呢，就是善待我们的地球啦，不对环境造成负担。为什么这么讲说呢？因为呢，我们是使用天然的棉花，没有用任何的化学物质。你要丢掉的话呢，要 recycle 的话呢，不会对地球造成任何的负担啦。这就是好处在这里。那今天呢，其实给你一家人的完整套组，真的非常非常的合理，只需要129令吉而已。你是得到四个我们100%的纯棉花枕头，而且是1.8公斤，再送给你两个特制的纯棉孩童枕，只需要129令吉而已哦。哦，我的天啊，嘉欣，你终于讲完了，你知道吗？这全部枕头加起来哦，有10多公斤那么多，一整大包的这个纯棉枕头呢，就会送给大家了。所以今天呢，要把它抢购回家的话呢，方法非常的简单，整大包四颗大枕头，再加两个小枕头，都是要给大家的，非常简单。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又或者是呢，去到手机应用程式 CJ Workshop， 把 Isabel 给抢购回家吧。完整套组就在我们的 CJ Workshop 啦，100%的纯棉枕头有四颗，再送给你两颗，哎，特制的纯棉孩童枕。市价呢，原本需要356令吉，今天这档节目呢，给你节省了227令吉。你看 ，CJ Workshop 独家优惠价只需要129令吉而已哦。如果要更加划算的话，可以使用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下单哦，你又可以获得5%的 Wow 购物积分，下一次买东西7令吉的折扣送给你。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啦，我们免运费，新买的用户可以享有免运费的这一个服务啦。是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你还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电子钱包来付费，包括说 GrabPay、Boost 还有 Touch and Go 的 eWallet 都可以哦，赶紧行动吧！电话占线中，别担心，只要下载 CJ Workshop 手机应用程式，注册新的账号，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输入 Postcode， 选择地区，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您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天天精彩，天天 Wow。你知道吗？以
前小时候我都睡得特别特别的香沉的，然后呢越来越大之后呢，睡眠素质变得越来越差，可能呢晚上会辗转难眠，然后呢又会有失眠的一个情况。我似乎已经忘记了以前我在我外婆家睡觉的时候睡得特别好，因为呢一躺下去那个枕头就立刻睡着，你知道吗？是以前你没有烦恼是吗？不是啦，也是因为以前那个枕头是我外婆亲手缝的，然后里面呢全部呢都是天然的棉花。我们呢这个年龄哈，真的会很想要回到童年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似乎也忘记了以前那个枕头其实才是最好的。对，你讲一讲呢我就有感触落泪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讲真的，以前的枕头还是最舒服，还是原来的那种天然 original 的那种棉花制成的枕头呢才是最舒服的。是的。那如果你在外面买看到一些natural cotton 制成的那一些展品棉花，那种价钱非常非常昂贵的。对，但是今天呢在我们 CG Wow Shop 我们价钱很便宜，非常的合理129令吉，当然呢是有4克这么多啊，所以除起来的话差不多30，我觉得是非常便宜。至于呢还有2个特制小朋友 size 的孩童枕送给大家的。那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你去外面买枕头的时候一定是有很多选择的， 对不对？没错。那你有没有想过讲说，其实你睡的那个枕头呢最好是睡没有经过化学处理的，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说只要有什么承托力啦这样子就可以了。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其实它的材料呢都是一些化学物质来的。是的。那今天回归到原始，我们用回这个最天然的棉花其实才是最好的，对小朋友来讲也一样，对我们的家人来讲也一样。对，当然简单来说呢，棉花除了就是全天然非常自然的这一个材料来讲呢，我们也要讲就是说用棉花制成的枕头呢它透气是特别的强大的。是的。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啦在睡觉的时候流很多汗导致那一个枕头湿淋淋湿哒哒，然后整个头还是热热的。对，热热的。再来呢也不用担心就是说那个枕头呢就是会塌下去，然后永远都恢复不了原形。也就是说今天你用棉花制成的枕头你使用的这个期限呢可以到达一个更长啦。是的，因为呢它的那个回复的那个蓬松度呢，你只需要拿出去外面太阳晒一晒，打一打手调一调呢，它就可以恢复那个原来的蓬松度了。而且最重要的东西什么呢，今天你出去买枕头的时候呢，它一定也会跟你讲说我卖的这个是棉花枕头，可是呢他没有告诉你其实他的棉花呢是经过处理的棉花。很多呢他们都是用，因为你知道啦成本的关系所以呢会用一些呢经过漂白的棉花，或者是呢市面上那种 facial cotton 的那种 cotton 也是 cotton 吗？对，也是叫棉花吗？那个也可以当成这个枕头的填充物来的，但是那个呢就是比较化学的那个棉花，而且经过化学处理之后呢它那个蓬松度会进一步的减少，所以那个呢可能说你睡久了之后呢它就会塌陷了。今天我跟大家讲我们的枕头是180% natural cotton 纯棉花嘛，对不对？就连我们的枕头套也是这个棉花棉制成的。100% pure cotton。 之前呢我还没有把这个枕头带回去给爸爸的时候呢，他睡的枕头都是扁扁的，然后呢就是外面那种讲很好很好的枕头，是，但是睡久了呢颈项跟肩膀都非常的疼痛，因为没有支撑。对，没有支撑。我就试一下把 Isabel 带回家给他试一试。你看他打开的时候他特别开心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拍打的时候那个声音非常的厚实，拿来闻一闻又有全天然大自然的味道。你知道为什么会特别的厚实特别的那个爽吗？手这样打进去的时候会有啪啪啪手感手感。因为呢我们是放了1.8公斤的棉花在里面，而且呢我们呢是可以如果你沾到一些肮脏东西流口水呀那些东西我们都会的嘛，对不对？没关系，你可以呢用湿布这样子把它擦一擦。你要的话你可以用吹风筒给它吹干，或者是你拿出去太阳那边暴晒的话我更推荐。为什么呢？真的可以杀菌之余呢你的那个枕头还会有那个太阳的那个味道，温暖的味道。所以呢今天结合了那么多好处的这个Isabel枕头呢没有理由不要带回家，因为呢它的价钱更加不得了，129令吉4颗大枕头，不要忘记180天然纯棉制成的这个枕头来的。而且呢还要送给你2个特制的，也就是孩童枕，这个 size 比较小的啦，但是里面使用的也是100%的这个纯棉花，全部呢只需要129令吉，其实真的非常的划算。所以呢赶紧拨打我们热线1800180808，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我们的 Isabel 给带回去吧。
绍给大家推荐 Isabel 天然纯棉枕头，要好枕头就看这边啦。今天带给大家的枕头180%天然纯棉，不经化学处理，通过 SGS 国际的验测跟认证哦。是的，你看一下哈，这是市场上唯一一个呢1.8公斤纯棉花的枕头，给你是最柔软和最安稳的睡眠，听一听都觉得好舒服。今天你需要的是一家人的完整套组，180%纯棉枕头有4大颗，再来加送你180%纯棉的孩童枕头有2颗，这个是特制给送给大家的哈。市场售价呢4颗大枕头356令吉，但是今天呢在 CJ Wow Show 绝对最独家的优惠价格129令吉而已，最天然最舒适的睡眠就在 CJ Wow Show， 赶紧拨电或者是上到手机应用程式来抢购吧。时候呢，你都会用手这样子去按一下，按一下 ，test 一下，看一下讲到底软不软，到底好不好，对不对？但是呢，你不可能呢用一把剪刀这样子把它剪开来，然后看一下里面装的是什么吗？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老板一定会打你，叫你给钱哦。对，所以今天 CJ Wow Shop 呢，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测试，你看你看啊，今天前面有4个不同的碗，其中一个碗子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可能用最便宜的价钱买到最便宜的枕头，里面装了填充物。巴沙马拉姆的那种啊，可能一个15块、10块这样子。那里面呢，一分钱一分货啦。你可以看到讲说呢，今天里面这个呢，装的就是一些呢 recycle 的黑色的 cotton， 还有呢一些呢工厂衣服的那种线头线尾呀、啊，还有一些呢可能说他们不要的东西掺进去，让它看起来好像很 OK 这样子。但是你打开之后，你就会知道讲说，可怕，有没有这种毛絮啊？如果你家里呢有呼吸道疾病的小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老人家的话呢，这个就真的非常的肮脏。它看起来除了就是很难看很可怕，我也觉得很蛤蜊，你知道吗？对不对？那当然除了就是这一个比较黑心的这一些材料之外呢，可能你按一点点一个20块、25块的枕头，它就会有这样白白的这一个填充物在里面。但是你看清楚一点点哦，它里面是用2种不同的填充物制成的。首先有这一个化学的纤维在我左边，那再来呢这一节就是已经漂白了的这一个棉花来的。所以呢这两个都是不好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化学纤维是用石油、用原油制成的，你看它里面有一丝丝的这一些东西，很小条、很小条的这些毛毛哈、哦。那如果呢，你是不小心让小朋友啊，就是吸进鼻孔里面啊，会引发很多的这一些疾病啊。这种纤维啊，是 plastic 来的嘛？对。所以呢，这种呢吸进去哈、哦，你的那个肺里面哈、哦，哎，哪里能够排得出来？是不是很可怕呢？对。而且呢，枕头是我们每天靠着鼻子最靠近的地方，没错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一下哈、哦，很多人就讲说 ，OK， 这样子的话，我要安全。一点的话，我就要买棉花枕头。可是呢，外面没有告诉你的是，哎，这个棉花呢是经过处理的棉花，就是我面前的这个棉花，看起来白白的，好像很干净这样哦，干净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你没有想到哈、哦，它其实是经过漂白处理的棉花。这种棉花呢，就好像我们呢在外面买的那种一片一片那种 facial cotton 这样子啊、啊，那个也是叫 cotton 嘛，这个也真的是 cotton 啊。可是呢，这个呢，你呢完全不适合拿来作为一个枕头。为什么？经过漂白处理之后呢，这些呢其实用久了之后，你看这样子按下去呢，它也是会扁掉的，对不对？对，它的回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差的。但是如果所以呢也支撑不到了。对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把 Isabel 带回去的话，首先你看一看啊，我这样按那个回弹是慢慢的松膨回上来、哦、真的。而且那个颜色啦，最重要的是颜色方面呢，看看天然的这个棉花呢就绝对跟白色经过漂白处理的不一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原理啦，你有吃过包吗？那以前的那种黄黄的包、哦、是没有经过处理的，妈妈讲都是最好吃最健康，但是白色的包就是有那种漂白过的都是不健康的。所以你 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个棉花 Isabel 的棉花呢都是这样子褐色巧克力色，大自然的颜色，所以呢它才是最纯正最天然的棉花。而且呢我跟你讲哈，这个呢嗅一嗅那个味道哈，对，它是有天然的草本味在里面的，对不对？因为呢它就是一个最天然的棉花呢、哦、它是有这个植物的草本香在里面的。对，这个呢你回去睡觉的时候就好像在你那个那个大自然里面睡觉，森林里面睡着这样子，非常的舒服。是的。那今天呢可能说家里的老人家呢辗转难眠，最重要就是可能他的那个这个枕头用错了，就好像你的爸爸这样子。
子啦。对，你看他的枕头太扁的话呢，他睡到颈项啦，或者是肩膀都非常的酸痛，有时候起来严重一点哦，会有偏头痛，你知道吗？是不是？所以今天把 Isabel 带了回去给他。这个睡眠大大的改变，一觉到天亮他喜欢那个味道，睡起来又是舒舒服服滑滑的，最重要就是说他不担心因为太热流汗弄到整个枕头湿湿的，因为很透气啦。而且呢，你看一下，今天不小心撒到东西在那个就枕头上面就好像我们的小朋友这样子喝奶的时候会滴到我们的枕头上面的时候呢，用湿布这样子处理它，然后呢拿去太阳晒一晒，或者是用吹风筒吹一吹就 OK 了。那今天呢，我们做一个很大胆的测试，就是呢，这个在外面讲说呢，这个是棉花枕头来的 ，OK？ 这棉花枕头呢 ，OK， 我们马上呢把它这样子掀开来，看一下它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没错，我们今天呢就不计成本啊，就是把那个枕头打开来给大家看。你在外面买呢，他就讲，哎，这个是棉花，这个是棉花，可是他还没有告诉你说是怎么样的一种棉花。你打开来看的就是白白色的咯，你觉得很干净，但是我们刚刚说了化学处理嘛。是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经过化学处理，或者甚至是呢有这个经过这个漂白处理的一个白棉花。这种棉花还不是那个植物的哈，因为它是从植物那边得到那个材料之后呢，再来经过第二层的那个处理，然后呢这个呢，你想一想，你躺在这边上面，其实我现在这样子拔一拔哈，它有很多那种程序已经飞起来了但是很可怕。对，反之来讲呢，今天把我们的 Isabel 带了回去过后呢，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也是要不惜成本打开给大家看哈，你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剪一剪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讲说呢，其实我们里面呢货真价实 1.8 公斤的这个纯棉花在里面，就讲说没有经过任何的化学处理，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处理出来的这个，你可以看到那个颜色呢已经是不一样了，因为它就是有一点奶白色的，它不是那种完全白白的那种白白的那种，就经过漂白处理。这个呢，就是呢它有这样子的奶白色的时候呢，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测试，很简单 ，OK， 两个一样的这个就是枕头，我们里面抽出的这个棉花呢，放进去这个水里面。然后呢，再把它这样子按下去，你按下去，你按下去，没有办法，就是说沉下去，你看，没有，你按下去，你再按多一点，我已经按了，你看，我已经扁到完了哦，你看，你那个好厉害哦，厉害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纯天然的棉花，然后呢，它上面的表面上面就有一层植物油了，所以呢，你的手拿起来，它呢，其实就是会浮在上面，没错，即便是你按了这么久之后，你看它还是这样浮在上面，为什么呢？有刚才你讲说有这个天然植物油，对不对？对，所以呢，有天然植物油的时候呢。第一可以帮助怎样呢，就是它的那个回弹性会更好，没错。第二呢，它就是会维持那个蓬松度，是的。你今天呢睡这样子的这个棉花枕头的时候呢，你睡久了它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一片这样子呢，就是结块这样子，但是今天我们的也不会。而且你要看一看嘛，今天把这一个棉花泡进水里面过后，当我把它掰开来的时候，里面那一层还是干的。Oh my god， 真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讲说呢，里面这边呢其实还是干的，有没有？有。证明讲说什么呢，其实呢它的那个防水功效也很好啦。所以说如果你家里有盐水的话，可以拿来做那个那个就是浮枕，对不对？没有啦，就是说要讲的是它是纯天然，而且呢这个恢复蓬松度也是非常的快的一个枕头来的。是的，而且呢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就讲说呢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呢，最怕就讲说这个枕头啊睡下去会到底这样子，好像没有睡到枕头这样。那呢就是因为你的那个枕头支撑度不好之余呢，它已经是塌陷了。那你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保龄球，就好像我们的头颅这样子，我今天这样子啊，一二三，好大声。再来一次好了，一二三，Oh my god， 你看到吗？所以你的头呢塌下去的时候呢，它是整个这样子陷下去耶。所以陷下去的时候呢，其实你整个头颅是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支撑度的。这样子的话，睡枕头来做什么？对不对？倒不如不要浪费钱去买枕头，对不对？而且呢，你看这样子拿开来的时候，你看它还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回弹起来，它还是这样子凹下去的，看到吗？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的。等同于讲说，你长年累月这样子睡同一个枕头的时候呢，你的头呢就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支撑。是的，如果你是睡这样子枕头的话，我替你觉得伤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要换一换 Isabel 的枕头，对，还是这样嘞，看到吗？你看我的枕头同样的这样高度丢下去，一二三，听声音没有声音的，再来一次啊，一二，
哎，这个呢就是有一定的支撑度在那边，因为呢我们里面呢是有 1.8 公斤的这个棉花。是的，那当然我把这个保龄球拿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没有看到它慢慢的回弹了起来。哦，真的，所以呢因为呢是这个棉花的关系啊，所以回弹性呢它是慢慢的这样升起来的。但是呢如果说今天呢你要让它回复那个蓬松度的话，你要怎样做？非常简单，就是来做这一个动作了，这样拍一拍，这样拍一拍就可以了。那当然呢，在这一在做这个拍打动作的前提呢，你要可以做的东西就是把它放到太阳下面去来做一个暴晒的动作。它第一就是可以回复蓬松度，第二那个味道有太阳的味道在那边是更加的舒服的啦。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哈，这两个呢 size 已经是很不同了，因为呢 1.8 公斤的棉花，这个市场上面呢最多就是 1.3 公斤而已，所以我们是唯一一个啊 1.8 公斤非常扎实，而且里面是100%的棉花。没错啦，记得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1/3的时间都在睡觉，所以呢1/3的时间呢你其实是要投资在非常好的枕头上面呢，对，才可以就是这样啊，让你的这个1/3的人生过得非常舒服嘛。对啦，过得舒服，过得有意义，过得更加的健康，全靠的就是 Isabel 了。因为如果你还是用那种普通杂巴浪的这个枕头的话呢， 对健康不好，而且又是化学。对啦，你看又不舒服，然后睡醒来啊，那脾气又变得很差，这样子跟旁边的这个人的关系又变得不好，是不是很糟糕嘞？对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那个代价也不是很高吧，对啊，4颗哈纯棉花的枕头大枕头呢，再加上2颗特制的这个孩童枕哈，只需要129令吉而已，而且你在市场上面绝对找不到这么扎实1.8公斤的一个大枕头，而且还是没有经过化学处理的一个枕头。对，因为讲真的，如果在外面购买哈，我们要的这一些纯棉制成的这一些一些东西的话呢，它的价钱一定是非常高的。那如果你在外面购买的话呢，也是很贵吗？在 CJ Wow Shop 你听一听，只需要129，要听我们的劝告了，要睡得健康，要睡得好，全靠 Isabel 啦。是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如果说呢要让你自己睡得舒服，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这种什么啊，可能说皮肤敏感的负担啦，尤其是我觉得说小朋友啦，小朋友家里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给他大人的枕头来睡，因为呢不合适嘛。那今天我们就免费送给你2个特制的这个孩童枕，里面跟外面使用的都是 100% 的这个 cotton， 没有经过化学处理，所以小朋友用起来也会非常的安全。是的，简单来讲，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咨询呢，就是回归原点，回到原始，去到小时候睡的那种很舒服的枕头，你婆婆亲手做的一个棉花枕头。是的，这个我跟你讲很难找了的，纯棉花。你假如说棉花枕头真的市场上面很多，可是纯棉花我听说现在在冰城啊，有人特地去找有一个安迪去收集那种棉花，然后让它制成一个枕头，真的很难找。所以呢今天呢在 CJ Wow Shop 呢，你看到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呢价格方面呢，你其实如果今天出去买一个很贵的枕头啦，一个也已经是要100多200块，只是一个而已哈。今天我们是给大家4个，等同于讲说呢是我们这个一家人枕头，爸爸妈妈可以睡，如果你家里有中学的小朋友的话也可以睡，会可把它当成放在那个客房里面也是 OK。 然后呢还有2颗孩童枕，你家里呢可能是有2岁到5岁的小朋友呢，都可以使用我们这个枕头，而且是纯棉花枕头。是的，今天给大家3个重点，第一它很健康，第二呢它回复蓬松度非常的快，是的，再来呢它支撑力也是非常的好，是男女老少都需要的一个好枕头来的啦。是的，所以呢129令吉千万不要错过啦，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下单抢购。天天精彩，天天哇哦！